你听不清楚，我是讲，请你挂这个手指给我。是不是我白雪了？哪有可能？这牛排品质真好，我刚才吃过分析，安尼才有法度吃到牛排上甜的滋味。要试看卖吧。来，是我。你敢袂惊，互人看到？伊要看就互因看啊。上好是欣赏我，安尼就代表我过了比别人搁较好，值得来欣赏。真正最好吃的，像像你讲安尼嘞。真正我追求天意的失败，是因为我无经验，所以这届我一定要让思想爱着我，做一个称职的男朋友，让天意后悔选择离开，后悔离开我。来，再来一次。是不是？那先让你欢喜，我用替你做任何代志。就算是无你的要求，卖用的。拄着你嘛看到啊，只要你开嘴，我就用做得到。可是我替你做啥？我今日也袂想到，请慢你撒。你讲恁家的苏永林，外观手术真顺利，那呢，伊当时怎处理？医生讲，伊的身体恢复状况足好呀，真紧就会当出院呀。嗯，那你替我安排一个，存了500万，我希望用亲手摕回，顺续甲伊回死哩。虽然伤害已经造成啊，至少会让伊知影。我真正有诚意要弥补伊。系啊，伊唔知影我计说曾经小姐判定之前，而且伊嘛不要讲白贼，我若是互因见面，万一林之前知我真正新婚，安怎？你感觉我咧做无妥当是？不是啊，我当然想讲要跟你讲这件代志。其实我阿姨伊清醒了有甲我讲，既然伊的手术顺利，那呢你付遐个钱已经有够付医药费，还佫有生活，后边迄500万就免佫付伊啊，有够啊。如是安尼，我佫花爱亲身回去嘞。而且出院了后，伊无可能参像正常安尼做工活，至少。我要休养一段时间。这你就放心吗？伊伫阮家已经做工课遐尼侪年啊，阮爸妈早就甲伊当作是亲人看待，
无可能因为安尼就让伊离开。所以咱搁较袂亏待伊。咱家嘛有一个做20万的使用率，因为阮妈逼伊，伊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。后来想想的，我嘛真后悔。若是较早我对伊较好的，无得个，伊就袂听阮妈的话，反背我。阮姨真正对我足好诶，我相信伊无可能像恁家的阿姨同款做迄种代志。所以，你搁较爱替伊想，这500万，嘛算是我替你做的面子，互伊知影。你的查甫人是一个有见解、有担当的查甫人，安尼，伊才会对你更加死忠。好啦，就安尼决定，你紧替我安排，若无我直接去病院看伊嘛用。安尼唔好啊！我的意思是讲，阮家阿姨伊个性较避俗，你若样样去找伊，伊会感觉。足奇怪，我惊会惊到。啊，无安尼好啊，我先去安排，等时间确定，我再甲你讲。嗯，到时阵，我会顺势叫伊签破解同意书，代志就用解决，咱就免讲烦恼啊。你阁想要倒伫遮？安怎？无欢迎先。当然，你当当一个太子爷，连家己的厝拢无，敢会太过无本事啊？我若是无本事，哪有可能清清菜菜摕10万，甲恁家使用来好解？凭你的条件甲能力。假使讲你若连1000万都提不出来，我嘛无可能跟你做伙啊。那呢，我问你，你是介意我，还是介意我太子爷的身份？我介意的是太子爷身份的你。你莫跟我讲，你甲太子爷身份是分开的。阿麦甲我讲，你想要放弃接班人的位置，因为甲我交往的查甫人，必须要是一个强者，是一个英雄。假使讲你若是失败啊，你莫来遮找安慰；假使讲你若是成功啊，我会付出一切来帮给你。紧走啊，等起，紧等起啦！你就这么狠心？狠心有啥物唔对？你目睭变较紧看卖啊！人若是要甲狠心刻伫心肝内，有一天就会让狠心凌迟甲叫价。只要有甲狠心，才会用活甲明明白白。看甲清清楚楚，你知影无？王天宇嘛问过我同款的问题，伊问我是因为伊是王天宇，还是因为伊是王当水查某囝，我才爱。我嘛甲伊讲。事实上，王天宇就是王当水的查某囝，这两项是无得分开的。所以，不是王当水查某囝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。安尼真好啊，就代表咱的想法是同款的。
我们是同一类人。我唔对，所以我才欣赏你这么坦白，卡免咱互相猜疑。 还佫有甚物问题啊？我的问题是，你为甚物无想要爱我留落来？因为我还佫无确定，我是你的女朋友。这是阮家，也毋是你家啊。就算你是我的男朋友，我嘛会想要有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啊。 搁再讲，刚讲你无想要回去处理的原因是，因为你无想要回去面对你的未婚妻，爱着恁小弟的这事实。我刚才是无想要回去，看到迄个，家己讲是我的妈妈，嘴讲爱我，为我好，却伫我背后，拄我即道查某人。 你甲你妈妈的问题还袂解决啊？这个代志无需要你操烦。那恁敢知影恁公司的代志？你是讲阮阿哥也加来事？嗯。这事的事，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，无需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唉，就算遐八卦甲你无关系。 你即马阁无想要甲你妈妈见面，嘛无想要入去公司上班，嘿，你敢会感觉你母家愈来愈无重要？就算我几日间无入去公司，公司内底嘛，我的人会逐工甲重要代志甲我报告。啊，毋过你敢确定，恁公司的人要互你的妈妈甲恁小弟相骂？ 莫讲我无提醒你，你即招对你妈妈来讲，一开始会感觉毋甘，会想要去找你。啊，毋过时间一久，伊会发现，无你世界一样还是会运转啊。公司所有代志也是赶快爱进行，伊就会知影，其实你无遐尼重要。 过时阵代志，若是发展到安尼，你敢袂惊？既然恁妈妈拢讲你是伊上疼的后生，那恁你就莫甲伊硬拄硬啊，找着机会，给伊一个台阶下，加伊留一点仔面子。我相信，伊永远会记这件代志。 安尼你才袂得不偿失，而且嘛才会用甲你太主要位置保掉诶。你都唔惊，我跟阮妈和好以后，王天怡会回心转意给予我，你都啥物拢？ 我想安怎要还得济啊？刚讲你俩准讲，我要叫何里啊？敢毋是？当然嘛毋是啊，我讲遐尔少年诶，我讲朋友只是好耍尔。无得甲将来，阮妈会甲我安排互一个我无爱，啊毋过比你搁较好、搁较有钱诶查甫人。 就亲像你甲王天怡即卖状况共款啊，所以哦，我想要伫即进程好好谈恋爱，伫互人别入去婚姻进程好好享受我的自由。你敢确定，你嘛袂感觉我是一个适合的对象？凭即卖的你。 当然嘛无资格，我一个堂堂的恒大太子爷，阁无够资格做你的红婿。
当然嘛无资格。所以你就不用烦恼，我会对你高高甜啊。无你靠伫这进前吼，我就感觉讲，吼、哦、你足无聊诶，去找别个对象。你敢？你俩怎我唔敢？即马代志有干呢？我看我也是应该去甲桂玉华见一面，看伊到底是有啥物企图。也毋过，遐记者即马阁少伫外口。石相。小姐姐，王大叔，你哪知我住伫遮？这唔那简单，小查一下就知啊。那安尼借问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你若有困难，我这英雄哪会用无出现呢？嘿，小姐，我的车即马就停伫地下室，稍等下哦，咱就为车库离开，安尼就用闪过遐记者，哦。你要载我离开？是啊。除非秋月小姐无想要离开，那安尼吼，我嘛真愿意留落来陪你啊。咱两个先饮一下酒，听一下歌，开讲一下，还是讲你想要做其他的？多谢王老师啊，我拄好拍算要离开家，感谢你及时赶到。Yes, madam。秋月小姐，你即摆应该知影，我甲孙如官到底谁才是一个有担当？养活查某人，我可以查甫人啊！吼，稍等我一下，我提背包啊。好。小雅，你当准备查甫人啊？哦，多谢你。爸，慢记，我亲手拢已经暗顿传好来。啊，既然玉华伊无想要食，咱也是爱食。啊，食了才阁想办法。好啦，嘛先食饭啦。先来食。这个亲手啊。妈，王当叔。啊，你奶奶、啊？是啊，秋婉，你哪有好得过来？不是有几堆记者在？好佳哉，王当叔已经聪明，伊去地下室车库接我。平常时我无在开车，我拢无想到车库会当出事。所以哪有事啊？啊？犯人嘛想会到会当安尼做啊？那安尼，哪袂叫犯人来接我？走。这王当叔为什么要来咱家？搁干嘛做伙？欢喜，咱搁见面啊！我甲你妈妈是好朋友，当然嘛常常做伙啦。哦，你敢是要追求阮妈？你莫听了黑白讲啦！伊只不过是恒大一个当叔，甲你妈妈无什么特别关系。我甲秋月小姐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个已经无关系的男朋友，当然嘛唔知影，哦。而且我想哦，你即摆应该是头壳冒咧烧，无时间嘛，无迄个气力来管我甲秋月小姐的代志，对不？你嘛有看到报道？当然啦、啊，你孙大总经理即摆是全国上出名的人呢，迄各大媒体拢是用头版咧报你的绯闻的代志。讲，你奈个代志有够安尼啊？哦，当初我嘛甲你讲过，照顾秋月小姐的代志交代给我就好。啊，你偏偏来硬要甲我烧纸，啊，即摆安怎？好啊哦，出代志啊！哼，唉，讲，
查甫人爱风流吼，拢爱付出一寡代价，关系就好啊。好，相公风流啦，啊，我甲秋月哦是清清白白的，甲玉华嘛是，嘛是安怎？不哩，我甲你无共款啦，三工两工咧占酒店，甲酒店妹妹咧揽来揽去，啊，见一个爱一个。我孙女管这世人啊，敢那爱一个啊？袂啊袂啊，啊你爱单一个，是外口这个，还是你厝内这个？啊？桂花是不是房间内底？我来找伊。啊，玉花伊一转来，就甲爸冤家，即马心情应该真无好。你烦恼桂花，找妈的麻烦，妈的头壳不是简单的。事实就是我甲恁爸爸真正无安怎，就算讲过有怀疑，想要怀疑，想要侮辱我，嘛是有一个限度。我家己会处理。赞呐，嘿嘿，人水讲话阁有气魄，我介意。介意安怎哈？佫较介意嘛，甲你无关系啦。有关系无关系，唔是你讲的就准算啦。换你。虽然我无多让你做我的囝婿，也毋过若是有一天你用个做我的后生，我嘛是真欢喜啊！哈，多谢王董帅欣赏，也毋过我想，我的爸爸这就有够啊。无唔对，阮爸仔囝的感情吼，毋是啥不三不四的人会当破坏。秋阿姐，你总算来啊！你是不是等一天，等足久啊？我唔知你伫咧讲啥。你利用犯人烦恼我头壳戆，邀请我礼拜住这间厝，佮利用我对犯人的愧疚心，想要弥补伊，所以你就想要甲我结成好好。你用尽心机。计算这一切，都是为着要让监视器拍到对你有利的画面，然后会当怪罪我、威胁我，是无？秋华姐，你真有够巧的，无怪我这么介意跟你做伙拍戏，可能是因为安尼提供别人这安排，咱去爱着同一个查甫人。我的人生够有足多代志要处理。我无兴趣将你当作是我的对手。你有啥物目的？你直接讲。这是你送卢冠的衫啊？是又该安怎？何必为难一件衣服？就算讲把这件衫搞破，又该代表啥物？代表我的意志和决心。我不管你对卢冠是有偌济情、偌济爱，自即马开始，就亲像这件衫同款，被我一刀剪断。你会当将这件衫割破，也毋过所有的事实是无法度靠一支大刀就暗藏的，都有法度让你无去面对你无想要面对的问题。当那三两丁当人床咁款，这当证明一切。我真好奇耶，这两张单人床谁当证明下？证明你甲卢冠的婚姻早就已经出状况啊，甲我无关系。证明你两阿母的婚姻本来就有问题啊。假使讲你两阿母那是真心相爱，敢有需要做这种假面的夫妻？过这种生活，你确定我甲卢冠是假面夫妻？是毋是有名无实？我相信你心肝内真清楚。卢冠是一个真单纯、对爱情真死忠的人，伊就是无想要甲你虚情假意过生活，所以提出离婚。你想看卖，
我若是甲监视画面摕予大家看，予大家知影阮阿为着你这个小三要甲我离婚，大家是毋是会少同情我的？你敢有需要同情？我相信连你家己拢无法度接受这么可怜的家己。我敢是这种人？是，因为你过玉华用尽心机，只是想要嫁予一个无爱你的查甫人，这就表示你是一个不认输的查某。秋阿姐，你怪我唔对，我确实是不愿意认输。啊，不过我今日找你来，是要感谢你。感谢我什么？感谢你，我伫遐出国这段时间，你照顾我的红婿，对伊这么好，卡便伊去外口学白来啊。陈如官是一个连家己无爱的查某，拢甘愿分床困的查甫人。伊这款的人，会去外口学白来？你确定你嘴讲这个查甫人是陈如官？你敢真正这么了解伊？那安尼你讲啊，你声声句句讲对你真痴情的孙如官，你敢有了解伊？我是唔知影，伊伫你面头前是对你讲偌济花言巧语，啊，不过伊对我讲的嘛无一定比你较少啊。你若唔相信，我睇予你看。这就是你心内对你忠贞不一的男人，你看，你对你有偌忠贞？你有心啊？就亲像你讲的，剪破一片衬衫，鞋当送啥？我跟你讲，这就代表睡两张单人床，鞋当证明啥？我赶快有心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你一定认为孙如官不可能跟他无爱的人上床，啊，不过我就是有心啊，这就代表他同样也是爱我。其实他跟其他的男人也是同样啊，你莫抓准伊甲你讲啥物，伊会永远爱你一世人，永远袂变心，你着相信嘛？你哪有可能这样讲？啊，那你去互骗去啊？回你，我甲玉华做翁仔某，只是一个名义尔。什么意思名义？你意思是讲？好啦好啦，莫讲啥。秋婉，你放心吧。我对你承诺，我一定做到够。等玉华回来，我来甲伊讲离婚的代志。廖秋华，我知影，伊对你讲的话，你是感觉真感动。伊讲要予你一个强硬的婚礼，对不？你真正有够戆的呢！十几年前，你想的不料敢无够。伊讲的话，你搁会相信哦？迄查甫人哦，你唔通听伊讲的，爱看伊做的。事实证明，是我唔只有强硬的婚礼，我才是名正言顺的孙太太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你有心啊！我唔相信你巴肚内面有如关的囡仔。你是要等我把囡仔洗落来，才知影你叫伊骗了心。秋儿，你想哪？那面色这么看啦？你来拍我啦？问你房间内面的太太。秋儿，秋儿，妈。好，先别管我，我吃冷静静。
秋啊，！你大伯烦恼哦，我得来看卖啊。林鸿心，我会安全甲秋啊小姐送转去厝的，好。哎，阿玲，换人啦，紧入过来，袂当互你小弟哥单独甲你妈做伙，进去啊。好，我知影。恁三个人，我一甲踏出这个门，我就抓，我就互这件代志变全国头条新闻。我阿姨。 你卖激动啦，你较冷静咧。秋华小姐，你安尼啉哦，伤身体呢。秋华小姐。 你个性遐尼好爽，酒量阁遐尼好，我紧做你尽量啉。就算讲啉烧酒醉吼，阁有我弟会用送你转去，吼。莫你讲话好不好？就吵的，哪一只火星伫我耳边哦，一直叫。好，我莫甲你吵，你偷偷啉，我替你停止吼。 骗人诶，拢是骗人诶！搁我一个酒来，一个月哪有够啦？过去一届寒山过来，我陪你啉，搁寒山过来。哎，你要陪我啉，你酒量刚好。秋华小姐，这日本清酒算啥？你敢袂记诶？前几工我甲孙总伫咧拼酒，你应该知我诶酒量啊。 好啊，那呢，咱就来拼酒，看谁酒量较好。水开啦，我就是欣赏秋华小姐啊，这么好爽啊！来，我敬你。嘿嘿嘿。嗯。为什么？ 为什么孙如光要讲白贼话？我以后袂阁睬伊啊！酒后吐真言，秋华小姐总算是讲出心内话啊！秋华小姐。 咱人活伫这世间，总是要经过几段感情啊。这过去的代志啊，都拢互过去啊。无缘分，就顺其自然嘛。哦，若是有心，新的缘分随时拢在等你啊。哦，新的缘分，像，横伫天边。 近在眼前，秋华小姐，你是安那无小考虑一下接受我对你的感情呢？紧张啥？你当作我要给你扇吹皮哦？秋华小姐，你千万唔通冲动。 哦，来冷静。我足冷静的，我是要跟你讲，不准你哭啊！你凭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要爱我考虑你？你有某的人？哎，好，你徛好，你徛好来。 小姐，你莫生气啦！我之前敢毋是甲你讲过啊？我已经咧办离婚啊！哼，骗人！真实的啦！
我甲阮某已经分房作久啊呢。为啥物恁查甫人，若是想要外遇，就是讲甲太太感情无好，恁拢已经分房间困啊？恁的借口理由拢共款。为啥物查甫人讲白话话拢是共款嘞？哎，翠华小姐。 你啉伤济啊，莫搁啉啊！我先送你转啊。要安怎送我转去啊？家己拢有啉酒的人，啊，叫警察转去。啊，你放心啦，阮查某囝天怡吼，在我转来台湾，应酬一定真多，早就替我把这个代客驾驶的迄个 APP 下载伫我手机啊内面啦。嘿，这代客驾驶阁真特别呢，这会用看到司机的相片，甲伊服务过的数字。 咱会用家己选司机啊，嘿，而且哦，伊搁替咱的车甲人拢投保险1000万呢，使用起来哦方便搁安心。秋华小姐，看敢有需要，我们来把这个 APP 哦下载落你的手机啊，那呢就算讲我无伫你的身躯边，我嘛较放心嘛，哦哦。免咱麻烦啦，我家己会处理你叫你的车。哦，好，我先叫车。 指定的所在已经到位啊！哦，多谢你啊！多谢先生，您到位啊！来，来车来。来，谢谢，大哥，大哥，来。先生，这是你的首饰。哦，多谢你啊！您的服务真好，车嘛开了真在，我坐了真舒适。多谢你的欧罗啦，希望有机会哦，会当够为你服务。哈哈。 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机会一定有诶。谢谢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拜拜拜拜。来，谢谢谢谢。秋华小姐，你的手机嘞？来来来。啊，我看卖嘞。哎，秋华小姐，你还没告诉我。 告辞了哦，小姐身躯较舒适啦，啊，若是有需要，我会留落来照顾你，啊，啊，来，来，来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送阿姨回来，稍来交互我照应啊。你是谁？王尚书，你袂记啊？迄天来恒大时阵，我甲陈经理有做伙出去外口迎接你啊。哦，无怪啊。 你看起来面色面色。你好啊，我是陈经理的同事，是叫我过来照顾伊妈妈。哦。恁知的人，我一敢踏出这个门，我就抓，我就让这件代志变全国头条新闻。尤阿姨，你卖激动啦，你较冷静一下。 阿妹，你来啊！阿姨，你遐啉酒醉呢，我搞醉，我来陪你。啊，若万一拄着歹人，互食豆腐是要安怎啦？这位小姐，我毋是歹人，嘛袂乌白食豆腐。既然恁拢是查某人，安尼手啊小姐交你照顾，嘛较袂互人讲闲话。原本我阁惊人甲我误会咧呢。就像王董事啊，我嘛会甲陈经理讲一声。啊，好啦。
多谢你哈，啊无秋月小姐，我来早，你别把我喊。哦，好，我就好啊，多谢你哦，哈。陈杰，我当时陈杰，谢谢。我来去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走，哇，走，我先去哩，谢你哦，大家走。不要紧，阿姨看到你来哦，足欢喜的。你等下陪阿姨饮酒哦。哦，好好好，只要你好，我行咯。小等下你想要做啥，我拢陪你哈。嗯，好，行，早早行，好。嗯，好，你吧。嗯。啊，可以啊。来，这里哦，早早行。嗯。好，七点对。这里。嗯，早早来。来，你先睇咧，休息一下哈。这里哦。我来泡一杯蜂蜜水，给你解酒哈。经理，为什么？我妈刚回来。有啊，拄则是王董事送你妈回来的。好佳哉，伊无叫我过来，阿若无你妈，恁个汉尔醉，无人照顾，真正袂用的呢。嗯，今日就麻烦你啊。阮家即马阁足乱的，我想今日应该是无倒过去啊。我知啊，你放心，阿姨我会照顾。你就专心好好处理恁爸爸阿个过特做的代志。啊，对啊，经理，你敢知阿姨家敢有蜂蜜哈？嗯，有，就伫个藏杯啊，那个柜子中间的抽屉。中间的抽屉哈？啊，有啊，找到啊。经理，我家里哦。应该是我家里说多少才对啊，多少你替我照顾我嘛。你是在讲啥？阿姨原来是你妈妈，嘛是我妈妈好姊妹阿婆呢。我照顾一般就是应该啊。搁再讲咱的关系，应该无算遐尔客套啊，敢不是？有啥物状况，随时都有人打电话我，我手机也拢无关机。好，我知影，去无用啊，我先照顾阿姨。嗯，拜拜。阿姨，你先起来，饮一罐蜂蜜水，好不好？来，豆豆来，谢你哦。再饮解酒，豆豆啉。多谢你。我拢听经理讲啊，我知影你受着足侪委屈，啊，不过你嘛袂当安尼饮酒啊，安尼糟蹋家己，只是让别人心心如意尔。你应该先把你家己照顾好。我唔是因为别人误会我咧艰苦，我是咧气我家己，我咧气我家己。我哪会去相信孙老官讲的话？我哪会去相信伊讲的？结婚也无困做伙，我更加气我家己。为什么我到今仔日，都为着一个这么无价值的查甫人咧出卖父母，我变到今仔日安尼？咦，你妈安尼讲啦，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啥物误会的吼。你敢不知影？为着换人换事，我真正心中过去拢放下，连孙家、
孙女真欠我的公道，我拢无想要讨啊。孙女官，伊主动来找我合作标题啊。一开始我丢毒，啊，不过最后我竟然答应。答应没有很大的过，我真正就讲的。我心里，我的孙悟空，我都有感情。这么多年啊，我不是无试过，我不是无试过。要将伊放下，阿五哥，我做袂到。孙悟空是我唯一爱过的查甫啊，三妹，你敢知影爱对查甫人的意义是啥？我知影，我就少年的时阵，都甲孙女官做伙，不管时间偌久，有偌济人追求我，我就是无法度将孙女官放下，因为我人生所有的悲伤、快乐，拢是因为伊。如果那真正要将爱情为我的生命中摕走，我的人生就破碎了。之前我跟廖总讲是我小题大做，只是失恋尔，煞会用不甲好参详世界，已经为彩色变乌白。今麦看到阿姨遐尼欠卡的人，拄着爱情的问题。买痛苦加啉酒醉，爱情对人的影响真正是过大。阿姨，你是莫想遐尼济啦，你只是想过忝啊，吼。来啦，你搁啉一挂，吼。来，搁啉一挂。哦，好棒哦，吼。然后好好睏者，无论啥物代志。咱明仔再去讲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先去讲。行，来，我先去讲。已经到了，来，来，好好困哦，来。他说：“我要掌握自己的人生，就一定袂当把爱情当作我人生唯一的目标。因为，就算全心全意去追求爱情，嘛无一定当得到幸福。啊，不过，还是去追求更好的自己。无得卡，等到因为家己妨碍，就应该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”还是你讲的去做，好啊，嗯，就安尼。爸，阿哥安怎讲？伊讲已经安排记者会，叫我甲玉华做一个说明啦。伊阁特别交代，迄记者会的时阵哦，你千万唔通出现啦，你着专心做你的代志就好啊。卡片记者问你厝内代志，甚至问你到底支持谁，安尼代志就真歹收煞。我了解，拜我车子开，跟我斗三工，加注意一款细节，希望记者会会当平安顺利。我嘛希望这件代志会当赶紧收煞，所以才答应去参加咧记者会。
啊，若无迄媒体安尼直播吼，真正害着你妈妈。我看吼，我想要离婚代志哦，可能乖乖一阵啊。爸，啊，即摆媒体啊，报价安尼，若是搁提离婚，恐惊会搁较歹处理。而且玉华伊即摆这么生气，我想也无适合。我真正是受不了，明明我跟你妈妈就是互相依赖，是安怎大概拢会发生这种代志？敢讲真正参像恁阿公讲的，我跟你妈妈伊就是背离上课。爸，是莫想这有诶无诶，好好处理明仔载代志较重要。对啦，我有联络有啥物，伊讲妈已经困啊，因阿妈伊会伫妈迄边照顾伊，你免烦恼。哦，啊，你就好啊。阿玉阿姨咧，呀。伊哦，气到咧目睭咧喷火啊！讲无想要看到我，就去大饭店啦。这个是真正生气啊！是讲嘛，袂当怪伊啊，是我先该提离婚，算是我对不起伊，生气嘛是应该的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尽力啊，我就是无多爱伊。两个人拢已经安尼啊，我继续做伙，我嘛就痛苦呀。既然咱即马啥物拢无得做，就较早休困好啊。即马代志已经变到安尼啊，我哪有可能困得去啊？你讲我倒伊无爽快？无啦，就感觉淡薄仔忝。我想讲，互伊加困一寡，所以我去买早顿，无甲你吵。来啦，食早顿。歹势，我毋知你介意食啥，所以我买较济啊。啊，若食袂完，不要紧，我伫个。啊，毋过我无啥胃口啊。袂呢啦，你加减食一寡，安尼你的胃又较爽快啊。谢谢阿姨，今天有特别交代呢，要我好好照顾你，我当然嘛要使命必达。今天哦，真的就烦恼阿姨呢，要看到伊的份上，加食一寡，好不好？我认真食。是孙总经理呢，孙总挂电话，我无想要接。那我刚才帮你挂掉。唔免啦，都给伊啊。这个声音能提醒我，昨昏孙家出来时阵是有老龙背，嘛当提醒我，莫阁凊彩相信查甫人。其实，你还是就爱孙总经理的对不？我无。啊，不过你昨林秋水回来的时阵讲足济话，伊就骂孙总经理哪讲哪哭。我知影，你上爱的人是孙总经理，上挽回的人嘛是伊。我已经无爱伊啊，也毋过我上挽回的人是伊，无毋对。
我自开分手了后，就常在想，是安怎两个人明明遐尼啊相爱，会当好我做伙？假使我若早知影，阮今日会行到这款地步，我当初一定会对伊搁较好。因为人生真正就短，会当找着真心相爱的人就困难。找着相爱的人无困难，困难的是要安怎爱到最后。阿姨，你若是遐尼爱孙总经理，是安怎你袂当找好我参详？我两个人到底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幸福？那阿姨问你，当初是？孙女经常志开，煞为天意门成定。你想看咱哪想的？我完全相信志开，所以我们分手。若要讲我甲志开的感情是相输相赢，敢来当讲我是输红亲情。其实即马我才想到迄件代志，我是会感觉对志开就心疼。自己最爱的妈妈，算你最爱她。是啊，人都是自私的，哪有可能会讲什么感情？天意为着志开，拢会当配合孙如金。迄、那个桂花想要伤害我，骗我伊甲卢冠有囡仔，嘛是真有可能。搁再讲，两张单人床，我嘛亲目睭看过。如果买地强调，伊甲桂华真正无安怎，我是不是应该搁相信伊一摆？小妹，为什么你有法度完全相信志开？因为爱我的人是志开啊。是安怎，我袂去相信一个爱我的人，等到去相信遐一挂无爱我的人？秋安，你总算愿意接电话啊！无小心你着，什么代志？张友华应该是看到遐不实的报道吼，对你讲真侪歹听话，所以才让你这样想起来，对吧？歹势啦，我应该让你加省几啊嘴皮吼，你的气就拢消啊。哪来伊甲我甲你讲？伊甲我讲啥？无啊，伊就讲无想要看到我。啊，气噗噗就走去饭店住，我根本就无机会甲伊讲啥。秋安，我今仔打电话给你，是因为等下我甲杨霞要召开一个记者会，我来澄清所谓八卦报道，袂当互别人去讲伊阿话啊。啊，不过我伫饭店房间内底甲你讲要离婚的代志，迄拢是真实。但这个风波过去，我一定要把你留在我身边。那安尼，我问你，你得老实讲。好，你问。我孙如官对你讲的话，拢是实话。你甲桂华结婚了啊？感情真无安怎？我当保证，我孙如官只死了。只有你一个查某，是我头一摆伫个房间，看到你手瓜开始，我心内就自然唔爱出现过其他查某人。我孙如官这世人，敢那会当爱你一个人？秋安，我即马只是伫生活。只是你勉强来维持我的婚姻，请你等下等我。我欠你二十几年的交代，我一定会还你。好，我等你。其实我即马就伫恁家楼下，
昨日这么想要走开，我烦恼到过夜梦到明天，想要跟你见面，算不得去，怕被人拍到，会害到你。我对你已经亏欠这多，不能再让你艰苦啊。你现在打算要做苦命鸳鸯是？好啊，咱有心全力，让恁同心同命，一世人有缘无分，做伙痛苦，一起生不如死。那呢？你即马紧返去公司，该处理啥就处理啥。会记记者会进前，莫阁有任何代志发生啊！秋华，你相信我，等记者会一结束，我一定随甲玉华讲离婚的代志。如果拢讲啊这么肯定啊，桂玉华有心的代志一定是假的，超过去讲来气我。我的人生爱相信如果，爱相信爱我的人。做一个后生，这时阵我煞无在斗三工，爸等一下要开记者会，我袂用出现，嘛无在去陪嘛。若是予记者听到，搁要开始乌白吵话题，这件代志就永远袂有结束的一天。先卖出门，会记交代清楚，厝内底的电话拢暂时卖接。小爸，我足久无看到副总安尼。哼，原来你阁会关心咱副总啊？当然嘛会啊。敢会？你毋是伫客户部过了真好，真欢喜？有时阵我上公文去收巴士的时阵，经过客户部，阁会听到你很好笑声呢。那无你是要听我哭？阿威弟，你就是墙头草。你莫甲我误会啦，我嘛是足烦恼副总才安尼问啊。而且副总最近都无来公司，你是不是变阁较无闲啊？我看哦，你敢若有变较瘦呢？废话，无闲死啊！不过你放心啦。我甲副总还是逐天见面，随时甲伊保持联络，甲伊报告公司内底发生的代志，包括今仔日这场记者会啊。啊，那安尼，伊讲啥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讲啊？哼！你足当生的呢。而且副总一定无入来公司，足侪公文哦，拢干那会交予董事长决定。那安尼，副总这个位置哦，就算是有名无实，要安怎？这就唔免你加拨啦。副总若是心情甲状况调整好，伊自然就会转来公司啊。伊家己有拍算，唔免咱这员工去替伊烦恼。尤其是你，客户部的人。这唔是好无？我是恒大的人。秋啊，志凯。喂，其实我昨暗本来想要打电话给你，想问看卖阿哥的状况。啊，不过我想讲你心情一定不佳哦，所以就无卡。目前的状况确实是无乐观。我压别阮爸阮妈，还佮有过特殊长，不管替啥人讲话，拢真有可能会去有心人士错误解读。我即马干会当专心做我的工课，我即马要甲手伤开会。
记者会代志，真麻烦你啊。放心，我会好好处理。多谢你，免甲我说多谢啦，这是我应该要做的。阿然，你着放心去开会，莫予家己上大压力，加油。嗯，好。这边有啥物状况，我随时甲你讲。嗯，好。准备安怎？现场拢已经布置了差不多啊。等一下，搁确定一间麦克风的设备就无问题啊。嗯，小爸，你是司仪，这届记者会用五分钟快闪的方式去处理。孙总经理甲郭特助甲审稿讲了，就当结束，免让记者发问。是。你爱控制时间，还有流程。好，我知道。嗯，甜甜，等下你爱甲公关部斗相共，因为袂用发问，你爱照顾记者的情绪。麻烦干爸讲，足不尊重的。好，无问题。既然差不多啊，我去请孙总经理阿哥郭特助准备一下。好，无问题。您辛苦啊。哎，对。哎，小发，你赶紧叫副总倒来上班啊。是有安怎啦？你无感觉怪怪哦？啊，副总若是一直无回来。恒大的做主人就变成林执行长了。干嘛？别紧张啊，先饮点茶咧。你家己饮啊，我看是你在紧张，是你做唔对代志。玉华，我知影这个小三的传闻哦。予你这做某的心肝也足受伤的，偏偏拢是查某人，我当然袂当理解你的心情。啊，这届爱你甲卢冠做伙出来开记者会，真正是委屈你啊！是讲为着公司，啊，佮有恁家己的名声，就算讲是安尼，你嘛是一定爱出来面对的。所以我今嘛，唔只坐伫遐我知影是悄悄人，变啊利用一个做某的身份来去应付，我相信你做会到。李白，董事长，这是公关部写的声明稿，我已经看过也无啥问题，今麦还麻烦你搁确认一下。内容看起来应该是会用的，恁小看一下，这太贵啦！我嘛是要看卖内底到底写啥啊？孙总经理和廖秋月小姐二十几年前曾交往过一段时间，视为事实。但目前两人仅是朋友及合作关系，而廖秋月小姐和太太郭玉华小姐也是旧识，三人已有二十几年的好交情，并相处融洽。安尼写记者敢会相信啊？就算讲无相信，嘛一定要演到让记者相信，这就是恁两个人今仔日的。搁再讲，你唔是一直伫咧讲你甲廖秋月一点仔关系拢无，对无？啊，既然安尼，你着好甲玉华两个人手牵手，去甲大家讲恁两个人感情是偌尼啊好，甲大家讲这一切拢是误会，安尼就对了。啊，董事长讲了无唔对啦，记者吼，啊翕到恁两个恩爱相片，啊所有遐不实在传闻都自然化解啊。我手牵手啊！杜经理，你讲的，敢是安尼？对，就是安尼。另外，我带着恁的笑容，甲大家解释清楚。孙老官，我再讲一摆，卡顺就因为这件代志去影响到咱恒大，拿咧 BOT 案件总经理，我就叫别人来做。
好了，我知影。李曼，志凯，记者会要开始啊？准备差不多啊，所以我是来通知孙总经理，啊，跟我郭特助会当准备起。志凯，你看啊，我跟你阿姑安尼手牵手，啊，记者看到，敢会相信阮的感情真好啊？有阿金那是真心爱阿姑的，你家一定看出来。是哦，哎呦，安那惨啊，一定会露馅的，因为你阿姑心内介意。哎、欸，有花。你是紧张啥？我只是咧提醒你，你这个人演技真歹，你等下好好演，若无到时阵哦，这个记者会也咪白了工啊。董事长，这是今仔日的记者名单。已经有拜托几个甲咱交情较好的记者写一块正面报道，啊，不过即卖上麻烦的是有一个新创网报的记者李记者。安怎？调查出来，伊就是头一个写这个新闻的人。照伊的内容来看，敢若真正足济秘密，连续三篇的报道，愈来愈精彩。就亲像孙总经理啊，跟我廖总经理交往时阵，伊拢有参与。我死得了秋安，当初是伫婚礼上，我甲爸爸气死。迄当中都真侪记者写足侪新闻出来，啊，即摆记者甲遮拢乌出来，这嘛无意外。今日透早甲公关部开会时阵，就已经决定卖有记者发问，卖家己找麻烦。今日着孙总经理啊，个郭特助，着讲声明搞着好啊，着讲因俩对婚礼的关系拢同款足坚持的，他说会当安尼。董事长就变出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孙总经理私人的代志，跟公司无关系。咱爱把这代志看甲愈轻愈好，用自然的态度去面对，安尼这团门慢慢就会散去。假使讲咱把这代志当作最严重的，一直在烦恼记者会哪想、安怎写，那颠倒会让人感觉讲咱就心虚。所以今仔日，让孙总经理阿哥郭特助两人出面就好。你安尼讲真有道理，好，阿伯就照你的话去做。志凯，你想了有影真周全，愈来愈有接班人的骨气啊！多谢超工的辅导。啊，不过恒大的接班人是阮哥，我希望你也莫跟我来讲啊。假使讲，予有心人听到，去外口袂讲，安尼拍歹我跟阮哥的感情。歹势歹势啦，是我这老伙仔吼讲着话，我是想讲吼，你甲天宇确定要结婚啊，安尼接班人的位一定是你的啊。唔管我甲天宇啥物关系，我都无想要伤害阮哥。接班的代志无遐尼重要，上重要的是我甲阮哥的感情。志凯有影大汉啦，咱两大吼以后一定会愈来愈强盛。是啦，即马囡仔拢已经大汉啦，啊，都偏偏有一个，明明都唔是囡仔，啊，做代志都亲像囡仔咧，哈尼啊唔捌代志，一直伫咧麻烦。孙主管，多少次开讲的话，你敢有认真听？有啊。我伫遮先甲你拜托一下，我是刘冠阿姊，我是恒大的董事长，我先甲你说多谢啦，拜托你啊。小凡，已经差不多啊。执行长已经带孙总经理还有郭特助回董事长办公室坐下。
欢迎今仔日来参加记者会的记者朋友。孙总经理甲总经理夫人已经要到现场啊，真歹势，今仔日无开放发问，请各位记者朋友唔通见怪。无开放发问，我们是来创啥？就是讲咩，大公司来安尼做代志的啊。记者大人，莫生气啦，我是足有心的哦。来，啉一挂水啦。啊，恁逐天哦，赶遐尼侪场记者会，一定足忝足辛苦的吼。请问孙总，廖秋华小姐伊今日敢会来？孙总，廖秋华无出现是惊见笑吗？为什么无要开放提问？拢是惊讲问的是属实。各位记者朋友，麻烦较冷静些。即届孙总经理与苏林的婚姻还佫有感情问题，其实袂用算讲是新闻啦。啊，不过已经浪费社会资源，所以今日孙总经理还佫有特助会佮大家说明一切。我嘛希望今日记者会结束了后，大家会当把重心放伫个更加需要关心的议题顶端。多谢。现在记者拢到啊，咱应赶紧把代志讲好清楚。桂玉华看起来就是有准备的，我一定要小心应付。当初是我一心一意想要甲范氏恢复母子的关系，无想这么多，拢怪我贪恋甲我后生做伙生活的日子，才会一时太过放心。即马想起来，处处拢是破绽，我哪会当妄望一个还是阿伯嫌疑者会对我手下留情？阿姨，我泡茶，我准备一挂饼干，你吃一挂。多谢你。来，多谢。五妹。阿姨真感谢你，来这陪我几天的，阿姨拢无法度上班。伊咪安尼讲啊，即马有网络呢，足方便啊，不管伫倒位，拢嘛当做工课。而且即马上重要的是爱陪阿姨啊。哎呦，咦，你穿得遐尔冰啊？你会寒是无？我去摕毯子予你。咩？阿姨毋是身体寒，是心寒。我一定要把目睭摕予大蕊，看卖这桂玉华到底有啥物目的。请问孙总，廖秋华小姐伊今日敢会来？孙总，廖小姐无出现是惊见笑吗？为虾米无要开放提问？敢是惊讲问的是属实？各位记者朋友，麻烦较冷静些。即届孙总经理与苏林的婚姻还佫有感情问题，其实袂用算讲是新闻啊。啊，不过已经浪费社会资源，所以今日孙总经理还佫有特助会甲大家说明一切。你是总经理，嘛是一家之主，何你姓龚？我姓龚啊。各位现场记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如官。最近有一挂跟我有关系不实新闻，大家了解真辛苦，我伫遮吼，请大家。
我是的。啊，不过我嘛爱讲予清楚，廖秋外小姐是我囡仔的妈妈，啊，爸母吼互相讲囡仔的代志，这嘛是我都避免的。啊，古再讲，最近廖秋外小姐伊得着一种晕眩症，啊，身体不爽快，啊，我的后生啊烦恼伊家己大会发生危险，所以就暂时哦，吼，家己接来阮家住，啊。所以绝对不是参照新闻顶头所讲的，我是什么外遇、出轨，廖秋外小姐嘛不是什么小三呐、啊，因为这种不实的报道，造成廖秋外小姐伊的名誉受损，我个人嘛感觉非常的遗憾。孙如官，你无烦恼家己甲恒大，这个时阵可以替廖秋外讲话。其实廖小姐一开始嘛无答应。要带来阮家，但是孙总，亲女朋友来找大孙太太，伊敢知影？伊敢有同意？歹势啊！为了莫浪费大家的时间，今日所有问题拢有孙明搞一搭参考。孙总经理，郭特助，您来介绍。我相信大家手提的生命稿，应该跟我手提的是同款。哇，你是安怎啦？你还不讲话啊？啊？小的纸张，是要安怎写一个查某人，因为家己的翁婿、前任女友，伫咧伊的心内所造成的伤害，还佫有阴影。歹势，我唔敢替伊当飘到我心内惊遐，我根本就无做唔着代志，是他做我的心态在损毁一切。哇！你这冲啥啦？这个咱在办公室讲的完全不同款呢。我知影代志的时阵，我人伫咧澳洲出差，我看到报道的时阵，我的心肝拢要碎去啊！无唔对，是我答应，让廖秋华来出来替我。我知影恁大家一定会笑我上戆的，对无？啊，不过我安尼做是为着莫让我的翁婿，也伫咧我甲伊的囡仔中间歹做人。伊的后生，我嘛是甲伊当作是我家己的囝同款，所以我会当体谅伊的后生想要照顾妈妈的心情。我了做我安尼做，我会得到回报。结果呢？结果我就是引狼入室，后廖秋华有机会，又怪我娘在。你的功效啊！廖秋华，我知影你今仔日看直播，你一直在看我，安怎在为爱求全对无？你敢知影，就是因为你，害我失去对人上基本的信任。我讲我的人生观、我的价值观，全被你毁掉啊！我一直认为这个世间无歹人，相信人性本善，人甲人，那是因为你对我无同款，才有冲突。结果呢，我真正好傻、好天真。我今麦才知影这个世间真正有歹人。这派老街的小三，就是你，廖秋华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有啊。
拍摄！各位朋友，我太太今仔压力伤大，拄仔讲的拢是屁话，啊，卖写出来，卖写出来，今仔记者会就到这为止，多谢大家。我讲的拢是真的，我唔是讲屁话。 小秋啊，我已经实在你二十多年啊，做你的朋友我够劝你，拄好好就好啊，莫一直去破坏人的家庭，我一个受害者就有够啊，我拜托你莫再去破坏其他人的家庭好不好？我拜托你放我走，莫放我太太走好不好？拍摄，拍摄，拍摄。 大家身体好，拍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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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
莫着急啦，你即马出现哦，完全无适合。海子啊，敢讲你阿哥我继续坐伫遮看因两个人连一场记者会拢办无好？我都千交代万交代，伊是想听我的话啦。大小姐，我知你即马真生气，但过你即马若出现，遐媒体会将目标全部拢刷对你遮来，你敢想好要安怎应付啊？还是你跟考虑好要替谁讲话啊？拄只机票也讲过，咱都要自然来面对这件代志。你若出现，敢想好遐记者认为讲代志变严重，才对我你这个董事长亲身来出面。你真正要搞气死呢？先卖烦恼啦，咱都要冷静。才知影讲吼，安怎来甲因支援？既然代志已经超过咱的意料，咱即马嘛只好行一步算一步啊。请问孙太太，秀米店面迄个查甫人，敢是恒大大股东王正富先生？所以老邱家去了人赛，佮卡达城两船吗？请问孙太太，这相片敢是真的？当然嘛是真的。你看，这两张相片的时间，两张无超过半个月。你看，这个查某人有够厉害的，在这短时间，会当甲两个无共款的查某人，有这么亲密的相片，伊拢是记者，一直看过这么多人，你敢有在跟我讲，咱有这种人？好啦，玉华，好啊啦，你莫闹啊啦，这甲咱讲好要定性来，完全无共款啦，你莫闹。那吴政府跟秋安在追求我的相片，这相片为倒位来呀？相片伫个倒位下，敢有重要？伊若是无做亏心事，敢需要家己有人拍掉？各位记者朋友，我安尼讲敢有道理？这个查某人真正有够恐怖的，伊根本就不知影什么叫做爱。伊若知影，伊敢有想过伊的后生？伊即摆有怪的，是伊家己后生爸爸的婚姻。伊就算无替伊家己想，伊嘛爱替伊的后生想。伊敢有想过伊的后生出去，会去予人气笑，予人看袂起？我是不是害着坏人跟欢喜？那是海英红秋，没安怎？
姨，你是要遐尼啊艰苦啊？阿英讲的根本不是事实啊。遐不过大部分的人，拢无愿意相信事实，因甘愿相信刺激、耸动的丑闻，看别人过了凄惨，都让因感觉因家己的日子过了还算袂歹。啊，不过事实甲真相，早晚拢会互知影的。知影真相，甲讨回公道是两回事。我拜托你莫阁讲啦，我知这个代志对祖孙真大伤害。假使你真正离婚，我有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你永远无得原谅我。我看，等着归期，直接你。我爱我的翁婿，你才晚年啊！为着伊，我什么代志拢愿意去做，甚至爱我的性命嘛，用的。我的翁婿就是感受到我对伊的爱，所以伊嘛赶快用伊的爱来回报我。人家说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，告诉讲我的翁婿无爱我，我愿意成全伊甲别个查某人，啊！不过事实证明，我的翁婿伊真正非常爱我，阮两个人嘛过到真幸福、真快乐。恁大家看，我已经有信了。验孕报告，阿姨，阿姨，妈，你别激动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外孙吗？你醒过来，阿姨，阿姨，总比你那遮厉害啦，老来得子呢。阿骨头煮嘛袂歹啊，来放生猪呢。各位记者朋友，这就是我甲我翁婿相爱的证明。伊一直希望我会当有身，安尼，阮两个人就会当建立属于阮的家庭。伊甚至搁希望我会当加生几个，安尼孙家庭会当较热闹嘞。假使讲一个查甫人若是无爱你，伊哪有可能答应要甲你生囡仔？所以我相信我的后生，伊真正非常非常爱我。只是有人条件想要破坏，伊认为安尼做，伊就会当毁掉我的感情，毁掉我的家庭。阿姨，你真是阿姨。你要去问阿姨，阿姨，你怎会不爽快啊？阿姨，小妹，阿姨是不是很见笑的？桂花，拢当记者的面宣布已经有信啊，这就表示伊讲的是真的。我搁这么戆，戆到坐当车。欺骗我家己，相信孙女官讲的话。姨，你莫有白想啦，你是我看过上敢爱敢恨的查某人啊。不是，我是一个戆查某，我竟然相信孙女官搁爱我，我竟然相信伊甲桂花结婚啊，搁是清白的。也毋过，事实就是证明，桂玉华都已经有生啦。我哪会相信这种白话？我活到这个年纪，我真正是白话。你激动啊！哎，阿姨，你要创啥啦？啊？不用，我不用坐担车，我要去记者会现场。我袂当让桂玉华一个人打发自导自演，将所有鬼扯拢送回我身上。还佫有。我更加要去问孙老官，为什么伊顶一秒跟我讲离婚，后一秒就甲桂玉华做伙跟我送落地啊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哎，阿姨，你等我一下，阿姨，玉华有信啊？
我嘛唔知这件代志啊，哪有可能？是讲海姐，啊，伊两个人是阿母，这有囡仔，这嘛是有可能呀。哦，啊，对啊。这玉华到底是在讲什么呀？完全拢无在听我的指示，家己伫咧要自处。就算讲伊受到这么大的伤害，伊嘛无应该安尼后壁讲啊。哎呀，不用的啦，若果继续安尼冤落去哦，伊会把所有代志拢压压出来，是怕算要给外界外人看咱很大笑话啊。我即马要来去现场阻止，还是你紧把玉华带走。没哪可能有事，伊甲孙玉官根本都无。我甲玉华明明离婚开困，伊哪有可能有事？过诊断证明，敢讲是暗时啊，直接走出去，所以才。你哪有可能有事？老公。你知道我有事的时阵，你是不是感觉足惊喜的？因为我嘛是同款，我知道我有事的时阵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因为我知影，我的后生足希望我会当有事的。你是不是感觉天公伯特别疼你着无？我是感觉足莫名其妙的，咱两个明明着无。老公。你是咧讲啥？啥物莫名其妙？啊，咱两个人逐天困做伙。你是不是太过欢喜，欢喜到过头啊？都唔知家己伫咧讲啥。既然郭特助拢已经讲啊，伊甲孙总经理的感情还佮婚姻足好，就代表讲哦，网络绯闻拢是假的。谁讲的？郭特助到底是咧创啥啦？啊，是毋是感情有受伤的查某人，拢特别烦啊？我甲我的后生感情真正足好诶，唔只有爱的结晶，这就代表了秋月，伊就是喜欢做人的小三，秋人的后生，我感觉伊根本就是心理有问题，互你吃。郭特助，我房间内底有你家己的囡仔，别出来大声啥。那是你的立场已经表明清楚，记者会就当结束。我还没讲完，大家都唔知影，廖秋华是安怎诱拐我的阿仔。老罗，你卖骨乱了啦！大家有看到无？这张片就是廖秋华写我阿仔的情书，这内底的每一字每一句，拢是代表伊对我的阿仔可有感情。伊甚至内底阁写，叫我的阿仔跟我离婚的。那有配？敢讲是？陆冠，其实我对你更有感情。其实应该知影我对伊是有感情的。我哪能下落去？敢会是鬼肉麻？陆冠，迄天咱做伙陪焕奇去散心的时阵，当你牵我的手，我突然间发觉，一切那亲像过去甲二十几年前同款。咱相爱迄段时间，我心肝内真正足酸的，你敢知影？我真正愿意放弃眼前所有一切，换转来咱过去的相爱。甚至愿意切我的寿命，换咱一家伙啊幸福。你若有迄张批，我毋捌行出去，哪会伫你遐？哎，小姐，你知影孙太太已经有心无？
刚刚你到边去孙家是有什么企图？原本你会使做孙太太，煞做人小三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恁后生敢知你咧做人小三？请你说明一下。歹势啊，你大家较体谅好无？较尊重的啦，歹势啊，较体谅的。下回你记住啊，歹势歹势。歹势。各位，廖小姐，我社会大众一个交代，咱才离开，对无？对。麻烦记者朋友，你爱有媒体应该有的专业，还佫有良心，咱甲咱写一寡毋是事实的报道。请问，你又阁是啥？凭啥物讲这毋是事实？敢讲你有阁较侪证据甲秘密？请你说明一下。江天，我等下叫保全啊。刘小姐，你是安怎要手来红塞啊？你啥物时阵才愿意甲孙仲雄和孙太太？请你说明一下。刘小姐，刘小姐，讲啊，讲一句话好无？请你说明一下。我无手，我无。啥物？先阿金送登去。停！刘小姐，你说明一下。刘小姐，拍手，拍手，刘小姐，拍手。拍子，拍子，直接拍子。孙总，你看到廖小姐呢，你也唔敢吗？你做唔对代志，跟我跟你太太回事嘞。我无做唔对啊。请问孙总，孙太太有你的影啊，未来财产你要安怎分配？对恒大阁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？请你说明一下。我条还袂死，囡仔还要出事，是要分配啥啦？你咧这么无聊啊！莫讲我袂死好不好？莫袂死啦！海姐，今仔有话说啥？拍谁？拍谁？各位，拍谁哦？拍谁？拍谁？各位，拍谁啦？郭特助多五星，委员全给通。拍谁哦？拍谁？拍谁？拍谁哦？你讲什么？你讲嘛？拍谁嘛？我不可能跟卢冠廷分离后边，我没好了解我来用关外啊，再派我一个你，小三是说我在我两个中间，你们一定要跟在我身边。拍谁？拍谁？一定要记。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原来失去秋安，佫唔是我人生上遗憾的代志。甲玉华结婚，才是我一世人上后悔的代志。孙大师，你有？哎，孙大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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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搞？孩子啊，恭喜你，孩子，下回你干什么？孩子，林执行长，你女朋友在下面惊啊，干得好，大家知影。肯定是廖秋华自己来这到底笑啥？当处长啊。你那时候是怎么无伫个？如果发生这么歹看的代志，对恒大被上市，你敢有信心？请你说明一下。嘿啊，董事长，讲一下好不好？你讲一下。哎，董事长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！介绍阿英介绍，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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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介绍阿英介绍，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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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董事长，先饮茶，阿英这边。多谢阿姐。李白，记者拢走啊！原本讲两个等在门下口，我已经叫保全请伊离开啊。阿哥，这张批你敢有看过？敢真正是情书？当然无看过啊！这明明就白纸，顶头什么都无写，写到骗人啊！敢明天来害秋安？孙如冠。你跟我开客气的哦，我直接看到监视器，廖秋华写批给你，我看是你在讲白话，无得开迄张批啊，就伫你遐，我唔只用假批来代替，看是不是还讲实话。郭特助，这届明明就是澄清记者会，煞因为你，即马咱恒大还佮有恁三个人名，是排行榜搜寻第一名，即时新闻十条内底有八条拢是咱的新闻。
我真正会让恁两个人气死呢！我明明叫恁把代志压落来，现在新闻会愈弄愈大，恁到底有伫要见恒大的名声无？陆晴姐，你放心啦，你拍歹名声的人哦，只有廖秋啊。想叫伊哦，要破我甲陆冠的感情，我甲陆冠去有爱的结晶啊呢。伊就是超工哦，利用 BOT 暗来接近陆冠。伊若是够有羞耻心哦，伊就应该离开恒大，退出 BOT 案，跟陆冠保持距离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为着要把永旺的势力踏出去 BOT 案，所以唔才安尼做。嘛，拄好有这个机会，我们才会当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廖秋啊替代赶出去。安尼 BOT 案的主控权，唔才才完完全全属于咱的。小华，你确实真巧。嗯，波特助还佫知影，我袂予记者看到这内容，所以就摕一张白纸，造成大家误解。就算讲唔知内底是啥啥，马吉林出个阿金，就是拍歹人感情的小三。连兔更加想要知影内底是啥啥。郭特助，你唔若是巧，还够足恐怖的。志凯，胜利林华是大家互相在扯平，这无啥，除了利益以外，啥物拢无重要。我等下做生意人手段，啊，不过上重要的是莫去伤害着别人。志凯，你就是太过天真啊！你不爱伤害别人，别人嘛会伤害你。你就要想一点办法，好家己有牙面，安尼哪有啥物唔对？你到底是偌啥物呀？啊？连五星的检验报告拢有人伪造，连我嘛，互你惊着。老公，我真正有心，你若唔相信，来去妇产科验，互你看。安那，你是唔敢相信，还是怀疑过头啊？你倒来，我等下问你。出去啊！哎，这里嘛，你伤着着我啦。快进。对。多听友华你讲，伊即马甲所有责任拢撒予迄个调查员，听起来嘛是一个真好的办法。是讲我今日阁出一个新的问题，不管哪讲，这廖秋啊，唔是遐尼好对付呢。照即卖情形看起来吼，网络新闻留言，大概是拢支持刘华啦。啊，有真侪人咧个廖秋个纠缠，啊嘛有人讲吼，伊都爱离开恒大。我咧想，刘华应该是有达成伊的目的啦。嗯，对秋个阿金。也想过无公平啊！假使讲伊真正无甲阿姑出啥物代志，安尼爱担起个责任，就因为伊有爱过阿姑，所以咱着因提做文章。还是讲因为是犯人，还阁有犯起妈妈，着爱恁受这一切。志凯，我知影你心肝真善良，我着接受胜利场个黑暗。但过你也知影，甲玉华比起来吼，手段垃圾的人足多。原来做生意靠的不是实力，是傲博。